大家好，我是泰叔。这个时候白天太冷，捞出来海回来的海里也容易坏，晚上去捞更好。现在就钓起来，再用鱼背先给它剪了，要不然等一下割了掉下去。这一堆灰灰大，很大啊。现在里面藏了一堆，里面应该会不紧，很紧的。应该是最后一代了，断的比较多，不好弄。再来。今天有点太迟了，这个泡沫球拿回去加工吧。你看这么多鱼呗，还有这么大的海蛎，一个生蚝鱼，你看就这么大的海蛎。这里要准备回去，今天鱼呗就这么多。哇，还有这个，你看，石头蟹那么小的，还有海星，你看，嗯，这个不要，我还早一点就给踩的现在老太婆送我的海蛎尝尝，现在没太严了，把这个泡沫球提前拿回来了，没有去弄，现在我给它扒了。你看这个生蚝一样的海蛎，哦，这个更大，呵呵，起码是两年了，能吃得完就吃，吃不完就晒干了。哇，这么多，这个泡沫球回来给扒拉这么多出来，行了。时间歇息就准备煮饭，叫空心菜。蒜头、猪肉、海蛎、韭菜。